东汉建安四年，宛城告破，易主孙吴。春卷庐江郡晚，落英缤纷，南延满城战乱后的萧索。两位将领模样的男子带着一队兵卒至东郊一处寓所，随行抬着八九个满载金银的大箱，箱落地人入座，领头男子向家主拱手摇座以揖，语含笑意，闻乔公二女皆为国色，今孙策前来提亲，乔公意下如何？指尖游走的除了音律还有时间，琴音之物，心悦时入耳，心伤时透心。孤鸾曲壁音方尽，未亡之人泪始干。黄莺三奏，大乔御指抚琴，朝指定方向奏起音波，音波到达最大距离后返回，造成额外伤害和减速。持音月凤，大乔轻挑凤凰银弦，琴律潺潺，向指定英雄单位袭去。音波会在敌我两方英雄之间交替弹射五次，每个英雄只会受到多次效果，对己方英雄回血，对敌方英雄造成法术伤害。乱世听凤，琴音缭乱，心下惶惶。大乔朝前方擅行急奏琴曲，音波逐渐扩散，影响到友方单位时获得加速效果，恢复目标已损失生命值的30%，影响到敌方单位时造成法术伤害，并将其击退200码，击飞0.75秒。凤羽踏歌，释放技能后短暂提升移动速度，技能命中同一敌方单位3次后会触发额外法术伤害。英雄定位，现在游戏中大部分的法师都是以爆发消耗为主较多，所以在设计大乔的时候希望可以给他一个新的定位，法辅。在技能上给予了大乔辅助技能加成，希望他在对局中的除了打出伤害之外，还可以辅助 C 位队友，从而使两人配合达到1+1=2的效果，而不是一个纯输出型的法师。光环竞速靴，冰封权杖，破碎苍穹，奥法之球，转换法杖，急速权杖。一技能黄莺三奏，朝指定方向释放，达到最大距离之后会折返回来，造成2次伤害，是大乔主要前期消耗技能，可以通过自己的走位来调控折返回来的路线，来达到消耗的目的。二技能持音月凤，向指定英雄释放，音波会在敌我英雄之间交替弹射5次，对友方造成回血效果，对敌方造成伤害，是大乔的核心技能，但是需要注意是保持自身的弹射距离，不然超出范围后会停止弹射。大招乱石听凤，对前方扇形造成效果，使友方获得加速治疗效果，同时击退击飞敌方并造成法术伤害，非常适合在阵地战中使用。不管二技能还是大招都附带辅助回血效果，在对抗中可以运用这两个技能，可以事半功倍。四技能凤羽踏歌，技能命中敌方3次后会触发额外法术伤害，配合二技能再进行多次弹射后即可获得此效果。宝石及天赋推荐：红色智取9个，搭配高级守财奴；蓝色奥法9个，搭配高级赏金猎人；绿色救援9个，搭配高级去去就来。最佳队友李探花、阿波罗。大乔自身附带伤害跟回血机制，在前期可以配合进攻型 ADC 来取得优势，并且二技能可以通过弹射方式来进攻，配合带有较强的突进英雄也是很好的选择。以上就是本期大乔的英雄介绍，需要了解更多欢迎光临英魂官网或官方公众号参与。